来进行裁剪。裁剪完成之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取出我们任意颜色的线，两股一股都是可以的。我们要来将布料缝合。这里呢，我们要将正面图案朝外，我们沿着边缘这里呢进行缝合。我们这里呢要预留翻口，用于我们最后三年。翻口位置我们可以留在下方，或者是留在侧面，留比较平整的一面，用来塞我们的棉花。接着呢，我们要将针从两层布料的中间位置向外出针，这样可以将我们的打结位置藏在两片布料的中间。接着我们就用平针法，在两个线条的中间位置这里进行缝制。这里呢，颜色线大家可以取任意颜色线来进行缝制。最后呢，我们边缘要进行包边的制作。包完边之后呢，我们的颜色线就将藏在我们的布料里了，所以这里的颜色是不用太纠结。我们缝制到结尾之后呢，我们要进行收针打结。我们可以将针向回缝制两针，这样呢可以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向回缝制两针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直接将针穿过我们的布料，从两层布料这里穿出来，不用进行打结，直接用剪刀将线剪断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大家需要取出每一款产品对应的包边颜色线。大家这里呢需要观看我们的说明书来取对应颜色线来进行缝合。这里呢是只用这一款来给大家做演示。接下来呢，我们取对应颜色线四股线，我们用来包边的制作。同样，我们要从两层布料的中间位置向外出针，将我们的打结位置藏在两层布料的中间，将针穿过来。结尾这里呢，线头我们可以用剪刀给它剪一下，然后将打结位置藏到布料当中。接着呢，我们再将针从另外一面穿过去，将我们的边包起来。出针呢，一定要在紧挨着我们上一针出针位置的旁边，并且将我们边缘的线条给它盖起来。我们将针向外穿出，结尾呢剩了一个线圈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将它全部的拉下去，我们这里要给它进行一下调整。我们要用将线呢搭在我们的指头上，用中指轻轻的摁住我们的线，接着将针挑起我们剩余的线圈，然后用我们的食指呢慢慢的将线顶起来，然后这边的线就会向下拉过去。由于我们的针是一直抵着呢，我们的线会保持平整，然后拉下去慢慢收紧，这样我们包出来的边缘会更加的平整。接着同样的方法，我们再将针拿到另外一边穿针，紧挨着上一针的位置，并且将我们的边缘线包进去，背面也是。确定好位置之后，将针再穿出来，用我们的手压住线，将针挑一下我们的线，让线平整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收线。
看，这样呢，我们的边缘就会有一个弧度。将线顺一下，我们继续包边。这里呢，我们的一根线快缝完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藏线。藏线这里，大家只需要将我们的针从我们刚刚已经缝制好的线圈中穿过，将针向外抽出，将线带过来。然后呢，我们将结尾的线条剪断就可以了。这样呢，就是我们结尾藏线的方法。接下来呢，大家继续取线，然后我们接着向下进行包边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另外取线，同样从两层布料中间位置向外抽针，我们紧接着最后一针的位置将针穿上来。
下来呢，大家就使用同样的方法，我们来继续包边。这里呢，我们包制到这个位置，大家就停下。我们要进行三连。接下来的包边呢，就不给大家重复演示了。我们缝制到结尾，适用于翻口位置的时候呢，这里我们要向内填充我们的棉花。角落的地方我们也将棉花塞到，接着呢我们就继续用我们的包边来缝合我们的翻扣。将我们的开口圈对准上方这里的线条，我们将开口圈穿过来。穿过来之后呢，我们将开口圈对准我们钥匙链上的链条部分最后的这一个环，我们给它扣上。接着将开口圈竖向闭合，这样呢我们的流苏就固定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取一个开口圈，我们要来固定我们的绳子部分，我们的玉手结，同样我们要竖向的掰开。这里呢我们要在我们包边线的这个地方中间位置将开口圈穿上来进行固定，接着我们将开口圈闭上。我们这里呢可以将开口圈的位置藏到我们的包边的线当中，像这样。接着呢我们取出项链绳，我们将项链绳从正面这里向孔中穿过来，接着再将我们的绳子从玉手结上方这里的孔穿上来，像这样。接下来呢我们再将我们的玉手结从我们的项链，从我们的钥匙扣当中穿过去。这里呢我们要在下方这里给它打一个结，就打一个活结就可以了。打好结之后我们将活结收紧，长度这里呢大家可以给它先调整好，然后我们再确定打结，像这样我们的活结就打好了。接着呢我们需要继续将我们的开口圈掰开，这里呢我们要来固定铃铛，铃铛部分我们同样是固定在和我们开口圈位置在一起这两根线的这个地方，我们将它穿过来，接着将铃铛固定上去，我们将开口圈闭合，这样呢铃铛也就固定好了。
再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向上穿上我们的小白珠。所以大家如果直接穿不好穿的话，我们的开头这里可以用火机给它烧一下。我们将珠子穿上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区分，来固定我们珠子的长度。确定好长度之后呢，我们在结尾这里给它打一个结就可以了。两根线的长度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长一短，还是一起一板长。到这里呢，我们的玉手就已经全部制作好了。